关心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今天下午继续来拼路战，是来到了这个淡水老街来扫街拜票。过程当中呢，一度是因为阵容太庞大引起民众不满，另外他这个政治立场呢其实也被质疑，因为他之前说内心本质是深绿，就被赖清德酸用科学来讲无法定义，因为他的政治立场不断的移动。另外他发给党员的一封信里面批评国民党持续的亲中啊，就被赵少康批评是在抹红。对此柯文哲有最新回应，再来听。这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不是红的，所以被人家抹红我很生气。啊，那些本来就红的抹红他是刚好而已。所以你觉得他本来是红的吗？不是吗？他不是集统的吗？赵少康不是吗？侯友宜。他就是说近朱则赤嘛，近墨则黑啊。好，是可以听到柯文哲反击说他自己不是红的，这个赵少康呢他本来就是红的，所以被抹红也只是刚刚好。另外侯友宜呢他也是说近朱则赤哦。另外这个柯刚的去中化争议呢，柯文哲是强调说这个存在2000年的东西有一定道理要来保持，所以是希望这个柯刚呢能够不要去中化。那以上就是现场最新。